老是邪着你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啊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有些话想跟大家说。今天特别冷，对，真的。就希望大家多穿点衣服，然后回去注意安全吧。对，然后一定要早早的回家，洗个热水澡，不要感冒生病了。对，我今天都穿着秋裤上台的。是。你们穿了吗？你们穿了吗？没穿。张娟穿了，张娟穿了。穿了。然后今天很高兴看到大家，对，今天非常开心看到大家，辛苦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天天开心啊，大家注意保暖，早点回家啊，早点回家，拜拜。拜拜。